上海在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起砍人案，一名29岁的无业男子随机在路边挥刀砍人，一共有3名小学生，还有一位家长被砍。送医之后，2名小学生经过抢救仍然宣告不治，而家长和另一名小学生幸好没有生命危险。小男童被砍了好几刀，躺在血泊之中，众人围绕着他，相当着急。快点，快点！路人不断想帮小男童止血，有的则是帮忙清空道路，希望救护车赶快来。因为小男童血流不止，情况相当危急，而且嫌犯砍了不止一人，多名伤者都在跟死神拔河。警方接获报案，赶到现场，一群人赶紧压制嫌犯，用绳索先将他捆绑起来，生怕这名嫌犯再殃及无辜。民众更合力扛起嫌犯，送入警车带走。只是嫌犯随机砍人，过程真的惊悚。这名中国上海的29岁无业男子，疑似对中国社会极度不满。周四上午11点半左右，竟然发疯似的拿起刀，在路旁随机砍人。不仅有3名小学生以及一个家长受到波及，甚至有2名小学生虽然经过送医，仍是抢救不治。另外2人已经脱离险境，没有生命危险。究竟有多大的不满，可以让人如此杀红了眼，连无辜的小学生都能痛下毒手？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